哎呦，今天小李也来剪头发。他打算要剃光头。后面的是先叔叔。先叔叔帮他剃光头。先七七的。先整齐。我们剪到这边好不好？剃光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有偶像包，对，他是偶包，他现在有偶包了，没有偶包，我是 A 包 ，A 包，偶包跟偶包不一样哦 ，A 包是 Ariel 的包哦，A 包，就是那个英文名字姓 A 的人，都叫做偶包，都叫做偶包。哎，你现在好健谈呢，怎么那么健谈？哎，你第一次这样洗头，对不对？之前Sam叔叔帮你剪头发都没有这样洗头。你在家不洗头？我不洗头的。不是，我是说从来都没有在过这里洗头。哦，你刚刚说没有洗头，我怕姐姐会怕。看起来不会很油。舒不舒服？舒。好玩吗？舒。好玩吗？舒。拜拜。舒。爱谁？哎呀，谢谢你嘞！你才讨厌。圣叔叔要帮你剪头发，那你有没有觉得圣叔叔有点帅？哈哈哈尴尬的笑来带过这一切。圣叔叔可以接受。帅帅不帅？赞赞。但圣叔叔就老了一点。好难搞哎 ，Very sexy。我两个都有，长得可爱就可爱，长得漂亮就漂亮。反正他有自信的嘛。也是漂亮跟可爱兼具。可是没绑头发的时候是。来去转圈。转一个圈。那你还这边，然后这边转一圈。转圈。他说 OK， 把右手理好一下。哇。有头发更好转呢。有点跟人家都不太一样。不是啊，是这个地板好滑哦。啊，因为他有头发啊。